不是安尼，不是安尼，应该讲诸法本空，因为空的本身也是空，将这空也消除，就是寂静。既然诸法本空，那寂静也应该是如此啊，并无任何实相。何来相？何来静？寂静无相，何静何相？心头混乱，叫难言。凌寒地老，如对深渊，可笑急掉。是何门弟子？可曾倾听佛陀的心声吗？这是自然。您认为佛陀可有灭尽一切烦恼？佛陀是伟大觉者，当然已经消除一切烦恼。会呀会呀，因为佛陀有一个真深的烦恼。佛陀怎有烦恼呢？伊的烦恼就是众生尚未脱离烦恼，救度一切众生。是伊的感悟，也是伊的心愿啊！这有一座石桥，我今仔日就以它说明佛法。石桥会当说明佛法？当然可以啊！这世间一切，无处不是佛。法是现，我怎样看不出来呢？因为石桥啊，风吹雨打，你就像真爱情无声，任何的心路伊拢不惊，做人道你用欢喜。连石头就秘密做人，何况咱受得人心的人啊。好好做彼此，舍己为重，莫私心，应将救助世人为己。两苦难的世间啊，无比。
愧，惭愧。阮自认合法，但是却故意问候，在文理语言中相互争辩，根本就无去了解众生有何苦难呐、啊？修行者，正前阮只是佩服你的智慧，如今才知影你的慈悲，而且你的胸怀嘛是胜过咱。唉，我愿意追随你修行。我也愿意。各位，既然您愿意追随我，我就将我的名字讲予您了解。我名唤菩提达摩。菩提达摩。我知影，恁大家拢是有心向佛，可惜在修行之时早日祈祷，不过无去写求证件，恁将无机会听闻真实的佛法，所以我才会一一上门，将恁点破恁的梦见啊！哇，原来是安尼啊！是。英良可见先有先报，恶有恶报，这根本就是欺骗世人的白贼鬼呀！虽先恶有报，分明是作妖。论因果，论果，真是太无聊，佛法虚无太可笑，绝不容因啊！尊在我调，四位何在？参见国王，本王下令废除佛法正三宝。王城当中遐满口虚言，迷惑人心的精灵，一路将伊贬作畜生。是。尊者所发观音鸟。
今仔日毋是师父讲话的日子吗？是安怎这样的人这么少？你是来听师父说法的哦？哎呀，你白走一转啦！这是为什么？你敢毋知影？江夏令废除佛法僧散布的消息。啊？这件代志是真的？我国的大国王老大力推行佛教，我就是讲这是假消息呢。阿娘，师父为什么还袂来？上海堂，师父伊袂来啊。咱来去找师父，我要用一枝花送给师父。这，恁找袂到啊啦！师父吼已经被赶出王城，即马毋知影伫啥物所在呢？咱明仔载搁来遮找师父好无？恁来遮尔啊戆啦！师父明仔载嘛袂出现，永远拢袂出现咯。因为吼，国王已经下令，要将所有的出家人全部赶走去啊！国王为虾米要做这么歹的代志？这非常时期，你还管好你的囡仔，莫让伊黑白讲话，小心，你还好上心。我知影，我知影，大家紧离开啦。是安怎？玉建龙会讲国家的忠诚，首先爱灭分的好。哎呀，看遐个侍卫，一个比一个敢若凶残，拄仔互因掠走的人，恐惊真危险。一时间，咱也无法度出手来相救啊！出手相救，啊是要安怎救啊？遐每一个侍卫，个个带刀，佮心怀武功，咱是要如何对抗呢？讲灭佛，佛法有难，咱大家是要选择离开此地，也是要以死为护佛法的好。啊，咱就是要请示师尊才赶来到这的啊！对，哎呦，你看，师尊来啊嘞！师尊来啊！对，过来，师尊，各位。如此匆忙，是不是已经听讲易建龙下令灭佛之事？是啊。师尊，现在四位四处掠人，只要看到咱佛门弟子，便出言侮辱，讲咱满口胡言。无钱，因果也报，不可信，只有妄人。
也不知如此啊。夫妻人守在用，守着牵连的大伤，不顾百姓心惶恐，使我愤怒，使我愤怒满心胸。世尊，佛门受辱，虽然使人气恼，但是近世啊，我怀疑是如果已经亡，要去成功了后，南天地的百姓再无机会听闻佛法啦。那是伫个以前，我只个关心如何别独自己的烦恼，但是至今，阮决心追随世尊，度化世人。想袂到，今日发生这种代志。爱阮孙将亡灵离开南天庭，这实在是不甘心啊！将生，你如今心中已有世人，似乎非常的欢喜。咱当然袂用就安尼离开啊！世尊，请问阮即马应该如何是好呢？伊见龙灭佛，是因为伊无了解佛法，无相信佛的存在，需要有一个大智大慧之人，暗中往到往城，去见易建龙。然后，何讲明白，佛法是真实不虚的。这个人哦，我想，世尊，总是我愿意进去。这，总是虽然靠在乎。个运用无着的运河，可惜哦，生如烈火，有时气焰思考，哪怕已尽去，不知后果会如何。世尊，不料爹嘛愿意尽去。将莲出行不容易，不通大会不提示，佛法不改成禁忌，精力使用偏见消弭，好好好，普罗提，其实我原本就是想要派你前往，但是既然众生也有这份心，那不如安尼，恁就一同前往。要记住，这路上一定要互相照应，小心为要啊！是。宗宪，宗，奇怪，啊，宗宪为什么面色这么歹看嘞？好不怕混动吗？
梦中意。莫非是不知此行几向？但有期盼，才会古怪面容，前途未卜难料想，希望能平安出王宫。忠贤啊，忠贤等我，忠贤。真是讨厌，这个八路地为什么要一直偷偷看我？路上一滴，暗开时，敢讲以为我不知，大娘到底有何意？敢是笑我太可悲？世尊将我来看轻，心中加伊一一人，对我只是怀怜悯啊。此番的猜笑，必是真。忠信，忠信。啊，什么代志啊？你是不是真烦恼？敢会当成功说服意见王？看你面色这么歹看，我看咱休困一下啊。休困一下啊？是啊。你也唔免太过紧张，也唔免烦恼。你的口才一向真好，只要咱会当记住国王，你一定会当让国王回心转意，撤回王令啊！你，哇，啊，无什么啊。世尊教的人明明就是伊，佮故意讲什么？我口才好啊！分明句句是风刺，以情假意将我欺。小使春重视，又何了不起？我不信我的不如意。忠信，忠信啊！啊！你讲要紧？无要紧啊！无，我即马确实淡薄仔头痛啊！哦，那呢哦，咱也是先休困一下啦。虽然讲组织国王真重要，但是紧事看办，万免急在一时啊。要无，我先去找一个适合休息的所在啊。好，麻烦你咯。哦国王地理天下，顺的是哪一种道啊？这个经理实在是使人讨厌啊！哎呀，将这个邪精押出走！国王啊，且慢，大王。